因为海拔越高的地方，它的温差比较大，另外呢，环境污染比较小，再加上它比较缺氧，这样生长出来的东西呢，它的药用价值是最好的。再就冬虫夏草，它的生长周期呢，一般都是4到6年才能生长出一根完整的一根冬虫夏草。这个完整的冬虫夏草，一根完整的冬虫夏草呢，它是由草头和这个孢子粉只要一散开之后呢，这个冬虫夏草从体内基本上也就空了。这个现在经济情况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好，因为冬虫夏草已经被很多人都认可了，尤其在于保健上面，日常保健很多人都注重自身的保健了。平常不管是海参还是虫草，很多人家里都是属于一个必备品了。冬虫夏草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药材，就是在四百味也好啊，药性赋里头就都有记载，就是自古以来它和人参、鹿茸就成为中药的一个滋补药的重要的三宝，是吧？三个名贵的药材，它是历史是很悠久的。因为肺是直接是肺朝百脉，是通了全身各部，新冠肺炎这一类的病人，这一类的病从中。所以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滋补的药材，尤其对肺气虚的病人，对肾气虚的病人有滋补啊，有补的作用。但是它的补的作用呢，是一种滋补，是个慢补的作用，不是说你这几天肺气虚啊、肾虚啊，马上吃上虫草就管用，不是的，它是一个滋补慢性的一个补养的一个药，就得自己带回去，得带到那边去。那么之所以呢，虫草现在在市场上炒得这么高，当然有一些人为的因素里边，啊，人为因素，是吧？因为大家越说的好，越要是都想去买，这一买了就是你消费者就是这样，你也买我也买，那肯定的量少啊，所以他必须要提高价格。也就是说这边这个虫草的草呢，It had been brought to our attention by our offices in Asia that there was increasing demand for the species. There were reports that the use of the species was becoming unsustainable. People were finding it harder to find it. So we contacted all the experts and gathered together the data, and finally were able to do the assessment of this caterpillar fungus. And it shows that the demand is driving unsustainable use. And there has been a more than 30% reduction in the fungus over the last 10, 20 years. And so as a result, it's now entered the red list in the vulnerable category.